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阵舰，我是爱你们的迷妹。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部科幻短片《亨利》。一个低沉的声音响起：“毕达哥斯拉好已废弃，我怀念和船员们过去的日子，我很孤独。”卡尔文博士，记忆越来越混乱，有许多东西我能感受到，却记不起来。一艘飞船正在茫茫太空中孤独地漂浮着，船身上刻着“毕达哥拉斯号”。神经科学研究船，现在是2485年，飞船内正准备启动亨利系统，却显示失效。早上好，卡尔文博士，飞船剩余能量 15%， 生命维系系统失效，梦境出现的次数越来越多，不受我控制。一个刻着亨利名字的密闭舱内连接着一个大脑，很显然这个大脑就是飞船的 AI。 我多么渴望与你交流，向你描述这些梦境还有我的看法。你瞧，卡尔文博士，我一度以为自己出了故障，现在我相信我是正常的。我对梦着了迷，我有一个计划，筹备和计划了很久，但愿不会让你失望。屏幕上显示出了唤醒山姆的项目，角落里一个小机器人启动了，开始四处搜集零件，竟然组装出了一个机器人，然后将密闭舱内的大脑取了出来，安装在了机器人身上。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后，小机器人回到了自己的小窝。没过多久，带脑子的机器人亨利活了过来，一步一步地在飞船里行走着。他来到了船员们的舱室，却发现大家已经化作了聚聚白骨，旁边还有一张空床。梦境中的大海再次出现在他的眼前，他穿过长长的走廊来到下一个房间，看到了一具躺在这里的白骨。他很确定这就是卡尔文博士。 We're coming to the end. Would you like to be shut down? I do not understand. You don't have to control the ship any longer. Your job's finished. Would you like to be shut down?What happens when I am shut down? I don't know. I don't know. Probably it's as if you never came online. I see. I think I would like to remain for a while.Thank you for speaking with me. Good night, Dr. Calvin. Goodbye, Henry.回忆一闪而过，这艘船上现在只剩下他一个人了，曾经的战友们都不在了。他小心翼翼地将卡尔文博士抱回了床上，墙上有很多的记录日期的痕迹，还有几张照片，其中一张是他梦境中的大海。他拿着照片，脑海里闪过了许多模糊的影像。他就这样呆坐着，既不休息也不做梦，只等待着回忆的出现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飞船前的一颗恒星爆炸，伴随着爆炸而来的是亨利的回忆。一个面容清晰的女人带着孩子在海边玩耍，他们的音容笑貌就在亨利的眼前。他终于恢复了人类的意识，也想起了自己的妻儿，然而如今他只能以另一个身份在太空中死去。卡尔文博士应该就是亨利的妻子，他们共同在这艘飞船上工作，或许是出于对科学的献身，亨利留下了自己的大脑，成为了飞船上的 AI。 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飞船上的人都面临绝境。卡尔文博士在临死前期待着亨利能够唤醒作为人的记忆，好好的进行告别，却已是无能为力。所幸最后亨利重拾了人类的灵魂，带着美好的过往一起消散在了宇宙中。好了，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了，如果你点的关注评论的话，我就陪你一起好好生活哦。科幻阵舰带你看尽各种精彩科幻电影，下期见了。